来了，要考多少哦？我把那个问问考门考。嗯。帮你考哈。嗯。这个好吃的很。但是我吃不来。吃不来呀？炒熟了就吃得来了。嗯。嗯，这个营养好高的。挺高的呀。嗯。奶奶，嗯，这个不是给猪猪吃的吗？这个猪猪吃了，人也可以吃啊。是不是吃了就我就可以又胖又白了呀？嗯，吃了你就跟那个猪长得那么肥了。哦，我才不要像那个几百斤。你吃一顿哪里会有几百斤呢？那猪猪吃一顿为什么有几百斤呢？因为猪猪是天天吃啊，我们是偶尔吃一次啊。啊？我妹妹天天吃。嗯。嗯，是不是？原来这个好老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猪猪吃的？这个不老，这个很硬。嗯，这个有点硬乎乎的，这个。把它皮剥掉就行了。嗯。呀、嗯。嘿，你怎么买个车子回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车子开回来。我买一点，你买一点，也不是的，少说的。胆子大，我把车子开回来了。大宝儿，那是被公车，我说我就开不来，你还胆子吧？哦，凶点儿。好了，你爸爸呢？你爸爸不是说我老是不会开车吗？叫他出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开不来了？他老是说我不会开。你看哈，我去弄菜了哈，弄啥子呀？嗯，弄啥子？要得，去叫你爸爸。我少说的车子。那时候我上下班那时候供起了，然后开出来刷单子，看单子要得嘛。好了，去叫你爸爸。爸。嗯。妈妈开别的车回来。晚上回来了吗？啊，妈妈带你去看看。看一看。嗯。他开那个车回来。啊。他会改开车啊。要不要赢？那么他的车子开没得了？啊，他卖给我的，要不要赢了？多少钱啊？不要钱。兄弟啊！啊，他想我赢车，能给我开开呀？可以呀。走。卖给你，你买得起啊？哈哈，也不可以啊。走。酒店估计要几十万吧？那是嘛，我心里是几十万了，那个车。你老是说我不开车的话，你给我开回来了。开个豪车回来。啊，你说我不会开车的嘛？那么样的，老实啷个就是了。下班了，摆工期了，他叫我开不来，你还担责？上次他也干扰你开不来啊？那不干了，我的医生又是要不是开着车啊，带去一些。他不让我开啊？你说的我不会开，是不？啊？那你少说担责大吧，你担责大。我驾驶证拿了一两个月了，你拿了一年吧了，那不会开？我只是不喜欢，你就证我开不来呀、啊？我两个随时去看房子啊，那些他都让我开啊。我随时你想不来开是吧？嗯。那难过。没工期了，那还回来开去？你还担责？你让开去都得。走。卖给我。那你那个啦？啊。你上次我卖给你啦，那个色漆到时候你把钱给他。色。他不开啊，他还有色漆，你也凶得很的。你看他那个车，买了7年的，是木新，那年买的，它是全新的，看清楚。保养得好。那个车保养得好。我那时候开的车，我以为是我去开车。你还不相信是吧？我找不上个经商，我就听不懂什么个意思吧。走，等一下都去喝，要不然你说我不会开的话，啊，要不要得？我来试好了，要不？车子头啊，媳妇。我来试下看。我带你去多少喝？你来不？我才来得不？我来试一下。他那个车，你来不喝一般？那都没有，那都不是我们学驾驶的那个车哟，那个都是豪车哟。它也是一键启动的。啊，你看你来不来喝哈？对，我们看
高档的车。那个都不是我们学驾驶的那个车。电动座椅。啊。然后。啊，我拿着我的吧。怎么？要一多久吧？好久了哈。啊。要吧。要。今天你还搞得潇洒呀！哎呀妈，让你坐本豪车，走，这是自动挡哦。自动挡，弄到 R B 档。R 档倒车。哦 ，R 档倒车噻，那个是啥？我也搞不懂。大家，安全带，安全知识要到位。美女，哎，坐稳了哈，哥哥带你去浪一浪。好。哎呀，嗯，感觉啷么样呢？感觉非常棒。非常棒，车子开起舒服吗？舒服。车子开起舒服吗？那肯定舒服啊，他那个车，是哦。这是好开，啷个你都会开的，这是脚开哟。脚开，你一直说我不会开的嘛。你说天天在练噻。今天让你过下豪车的瘾呢，是不？啊，那个车子反正豪车也算不上哦，至少也不便宜，是吧？对我们来说算豪车的噻，是不是哦？对我们那些普通老百姓来说，算豪车子了，是吧？开过没有？开过吧，开过吧。开过了，乖。车子还可以，开起舒服。那肯定安逸噻。那个啥，自己努力买一个啥？买。买。先把房子弄来弄好了，慢慢都行。努力买车噻。是哎。努力来噻，是吧？是哎，努力，是不？我们买车的话都，不用买那么贵的车噻。是太贵了，还买个车。几万块、十大万的车多哎，是吧？对我们来说，一个代步都行了，天，是不？年轻人，你只要努力，吃得苦。真正买个车了，你说买个国产车，十大万、几万块钱，其实也不是好大的难事，是吧？那你努力，加油啊！是个小事啊。嗯，努力加油，对不对？不让我失望哈，我等起你的豪车。豪车，我说不，我是不跟你保证了。你只有一个车噻，嗯。人家是莫说豪车啊。要得，我等你那个车哈，对不对？是三年之内吧，三年之内实现你的愿望哈。好，那我又回去了哈。回去。别吃完了，刚刚你饭也熟了。